好，今天这个地方人也非常多，口袋不够深，又想买个名牌包，该怎么办呢？高雄就有当铺业者把200多件流当品大出清，包括了名牌包包，还有珠宝首饰等等精品，全部下杀5到1折，甚至还有名牌表，这个价差高达20多万，许多民众带着大把的现金在现场大血拼。架上的名牌包包一拿就是好几个，完全不手软。这位太太可没中乐透，而是难得的机会，原价至少上万元的精品包包，现在眼睛看得到的全都下杀1到5折。18000多，对。那你买多少？5000多块。价差多少？差很多，差1万多块。一克拉要20万以上，那在我们这边10万8下杀5折。贵妇爱用原价58000的名牌包，现在不到2万，打了将近3折。还有原价46万多的钻石镶边名表，现在只要26万多，一口气省了20万。当铺业者把将近200件流当精品大出清，琳琅满目的名牌包，女性朋友看了超心动。一整柜闪亮亮的珠宝，更让婆婆妈妈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便宜啊！假的不说了，便宜到让我感觉是假的。你看我介意当然会买啊。便宜市价至少1半以上，民众掏钱不手软。即使荷包不够肥，眼明手快勤挖宝，有机会把物超所值的名牌精品带回家。民视新闻综合凯茂高雄市报道。